碰见车祸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会发生很多起车祸，车祸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太大的伤害。那么梦见车祸又有什么寓意呢？梦见车祸象征梦者在财产方面存在损失的危险，也可能暗示梦者将得重病。梦见自己出车祸，预示梦者在生活或工作上将有困难或不顺利的事情发生。梦见亲人出车祸，预示梦者对亲人当前处境的不满和过分担忧，万不可急功近利，要好好的思考一下，一定会找到帮助他们的方法。梦见车祸现场，预示梦者内心的工作压力过大，建议梦者在处理事情上要小心谨慎，要提防身边的小人。梦见车祸死人，预示梦者打算忘记一些不愉快的往事，重新找回自我。